我打游戏的胜率还是比较高的，哥们玩游戏还是比较的，怎么说呢，比较的稳健的。带骸骨的，那玩沙弥拉带骸骨吗？哎，不是智能施法，哎，虽然放夹子也没什么用了。是智能施法也没什么用。坏了，兄弟，我那个，哎，不是要调一下这个那个东西。还能把我杀了不成？把我杀了，我求你了！真不敢相信，我是被选中的。我们后期发力，是吧？前面肯定不好战斗了。主打的就是走后期开始啊，虐他们。奥拉夫起来，我怎么活呢？对吧，兄弟？奥拉夫起来，我 ADC 还想活？我还是个没位移的金克斯。要是个有位移的奥拉夫起来，也不是也无所谓啊。
完了，哎呦，好，还行。小黑、小白，准备行动。我要看上单脸色吧，是啊，玩个没位移的 AD 就要看上单脸色啊。上单哥，我求你了，你别再死了，我真顶不住他呀。受不了吧，这个有点太那个了，肯定不太行。对啊，您不体谅一下您自己，体谅一下我嘞，大哥，对吧？主要这个拉夫培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啊，都是噩梦啊，我们这个都顶不住啊，豹女也顶不住啊，中单也顶不住啊，啊我也顶不住啊，所有人都顶不住啊，这把的阵容他奥拉夫很好发挥啊。元祖之心需要对付这么多火花吗？出个布甲鞋不是完事儿了没？人家奥拉夫都知道先出布甲鞋，我们这边蛮王，我们的上单哥怎么就不知道先出布甲鞋呢？打不过就认怂啊！打不过认怂，交给队友啊，相信队友，我们是个 team 啊，团队游戏。
强搭配。这样就能照亮他们了。不是吗？攻守异形，完了！我大不死他，他贪欲一下马上回血。哎，我又死了一次，兄弟们。上单死等于我又死了一次。虽然哎，但不知不主观了。我算我死了四分之一次吧，上单每死一次等于我死了四分之一次。现在我又死了一次零四分之一，加上一塔我死了两次了已经。真的吗？两个人动他四面大招啊，四面后面毒啊，给他等一下，好像还可以，好像还可以个灯儿，完了，哦还行，收了。没错，我把星级守护者这东西取下来了。我拉扯的魅力，眼瞎了吧？大发慈悲。诚心捣药，你觉得呢？打中的敌人 destroyed a turret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这东西吧，根本没人知道有什么秘密。他们没传送啊，没 TP 才好的。让我想一想啊，这把火炮吧。老实一点吧，老实一点就火炮，出火炮是最老实的想法呀。真要动他们，有点燃啦，有点燃可以动，点燃挂上啊，点燃好挂。OK， 神天加贪欲九头蛇有点小猛，
炸到了，但后续吗？没后续，这也养出来的大敌也没办法。这种上单在我对面，我，哎，这能没办法呀。其实现在的游戏对于跟上单确实关系不是很大。对，现在的游戏其实跟上单来讲关系不是很大。不是上路的版本，现在是偏比较偏中下野的。但是这么肥的奥拉夫，那肯定有关系啊！这是被单杀的，被单杀几次了？被单杀五次了，那的对线肯定那是不一样的。看打团吧，打团能不能把他给弄了？我出个重伤吧，我这把第三剑还不能出。把第三件大马特马这个手法怎么样？拉夫没来，万事大吉，冲兄弟们，拉夫没来等于这拉夫九杠幺，拉夫没来算5比10好吧，对吧，这拉夫没来就5比10啊，刚刚是两个击杀，那就5比8呀，那5比8那也能打呀，拉夫哥没来装什么？拉夫哥来了，我先走了，兄弟们，我顶不住了。拉夫哥，哎，来了，他没大招了，拉扯一下。感谢清风扰星送的守护磁铁，谢谢谢谢清风扰星的守护磁铁。有谁想玩捉迷藏吗？可以带枪的那种哦。Thank you.
敢冲我啊。他一速加成的，快跑！快跑！兄弟，我看不了，他有大招，我害怕，我真的害怕。他大招交了，我可以冲啊！他有大招，我真害怕。一拉一扯，尽显王者风采。ADC 还敢在上单面前猖狂啊！零杠六的蛮王照样子虐 ADC 啊！还是那句话，果然上单跟游戏确实关系不大。对啊，这拉夫哥。哥们，分别。给你杀，给你杀了又怎么样呢？啊，就给你杀了，啊，死就死呗。感谢日仆的一张粉丝牌，谢谢粉丝牌。下波有闪，下波有闪挡不掉。还没急跑了，这波好拉扯了呀，我这波有闪现有进化比较好拉扯，不慌。
小白，我会给你留点的。充能完毕。来，来救你叫拉夫啊！哎，怎么有闪现？这波有闪现。